向来去做。哦，那森林里的魔法拐杖，其实因为其实在开幕之后，我每天都在查，打关键字打新鸟咕咕咕道，我在看使用者的反应。那这是其中一个使用者称呼的，我觉得哎，哇，他好有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引用。哦，那其实我是模仿那个蕨类的信仰来去做的。哦，然后上来之后呢，就开始可以走比较平缓的路线了。那这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我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拍。那这是其中一段，哦，这是其中一段。那这是真的，这条步道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刚刚那一个画面走到这个地方就过了。刚刚我看到说那里有座墙，就是这座墙，哦，跨过西，然后再走西边，然后再上去一个阶梯。那这个是回望那一条桥。那之后要上这个阶梯，之前你看到这条绳子吗？有绳子，哎，之前大家拉这个，啊，冬天的时候这个全部是胎，你也看得出来这是胎啊。我去调查的第一次，我带着我同事去的，哎，我走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同事在中间，我走到上面的时候，第二个同事可能走到这边。第三个同事他在拍照做记录，走到这边，哎，然后就我就听到啊一声的瑞奇了，从大概这边嘛，这边下来大概两三层楼吧，就滑进去了。还好。那这一条步道，这条步道啊，其实开放之后啊，就是那种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还有小朋友都会去。所以在步道分类分级的时候，我如果他是挑战级的，你也在都卖这 Z 嘛，我不叫你七十岁该去行街，我不叫你讲你爱带恁囡仔去，对不？好，所以他都是挑战级的，你可以都不要他。可是如果他今天就是一个大众，然后可能在分类分级系统是属于第一类的步道，你就要去思考，那他的所谓的安全跟使用强度，还有他的投入的成本跟它的一个耐久性，你就要去综合考量了。哦，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其实上去了之后，等一下我们来看，那这个是走到那个栈道可以再看到的一些溪流的这个景象。哦，那反正就是一直在溪边，那就很凉，那一直踢到溪水的声音很舒服。那个栈梯上来之后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前面是一个落差比较小小的，我不称它是瀑布啦，就是一个类似像瀑布的东西的地方，在这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在往前过去之后，哎，那一段啊我都没有拍，就是一个自然的途径，它很窄，然后只做单边的一个拉绳。哦，但是有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地方，因为你想想看，这大概十几二十天来，就两万多人进去，那个人真的很多，他就会觉得那一段很像。危险。哦，可是那一段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护栏，我是说真的只能做安全拉绳，因为做护栏是更危险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是整修的吊桥，它之前台风没有把它摧毁，只是有损坏，然后曾经在做整修，整修完了之后呢，可以上到这个地方就看到，其实在桥上就可以看得到这第二层的瀑布。那总共才，我刚刚讲的从吊桥上来就大概五六百公尺而已，那前面是有大概九百公尺左右，哎，那这个是我拿相机在水里拍的，哎，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很漂亮嘛，哈，好，那我们来回到2009年，梅吉台风，这就刚刚吊桥的地方。跟他被轰炸过一样，很可怕。哦，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进去，这个就是落水的同事，这就是刚刚站到做站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在第一瀑布的上方了，所以这个掉下去就从大概落差大概二三十公尺吧，我觉得一定死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同事就刚刚那个同事落水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那前面这个是那个是遗体，那个是吗？就是一个步道之工，跟着我们一起去踏勘，然后很容易落石的区域段的其中一个部分是这边，现在的路走在这里面，我们那时候那整个都是斜坡，就是要这样子走。你讲这叫，卖讲讲七十岁，叫六十岁去行，我看可能行十个爱死两个。这个是其实是我十几年前在做那个我说整修吊桥的那一次的测量的时候啊，就是那一天就发布海警啊，反正你说那个雨衣拿来当鞋，哎，有一缸丢，对，就是那，就是这条步道你现在看起来像很好走，因为你这样子来回走哦，顶多40分钟，1公里半乘以2-3公里就走完。可是当初你看那些画面，真的是我觉得不是人去的地方。所以，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因为我刚早上来的时候跟建基在聊说你们校友报告的那个分级分类的事情。你想想看哦，如果是我2015年去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我只想说这样子的地貌是属于什么级的，我一定想要挑战级。可是业主有业主未来开幕之后的期望跟知道说，因为这条步道在台风摧毁之前就很多人知道了，那景色也是跟现在差不多，在二期的部分，一期是已经几乎面目全非了，那二期的部分是跟现在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已经都期待他想要再去看一次这个新寮瀑布步道的第二层。那这个时隔9年，那个压力有多大？所以你会知道说，其实它一开放之后就是人潮不得了，所以业主也会担心所谓的安全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就要去思考说，那它在从整修前到整修完成之后的定位，你是要用这个时候去想它的定位，还是？整修完的期待，它会有怎么样的使用状况来决定它的定位，然后才去决定说，那在某一种，不管是这两个区哪一种，在哪一种定位的状况下面来决定你要这条路怎么修，然后做哪一些设施，然后强度为何，否则你怎么决定？哦，所以这个会有一个使用分级分类跟定位上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喜欢用惯性的工程？因为惯性工程像传统手术，然后手做步道像回创手术。我们来看，好，因为刚好几年前我去把胆拿掉，那后来就刚好那一次也是要上步道学的课，有感而发，你知道吗？哦，回创手术跟传统手术啊，我选择。这边呢、啊，微创手术，所以这是惯性工程，这是手作步道。在惯性工程，它的那个对于身体的伤害啊、对于环境的伤害是比较大，扰动比较大的。那手作步道的扰动是比较小的，包括它在恢复期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一些伤痕的印记，传统手术也比较大，微创手术比较小。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决定在这个案子里面尽量用手做的方法。然后这有几个新的思维跟核心价值啊，就是你看嘛，你那么多人要去，你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设施物要产生，可是你又需要面对的是你要怎么样减量设计，你不要到处做到最后大家说，哦，这步道本来很漂亮，被你做这些东西变丑了。然后什么叫做的跟没做一样，刚刚有一直讲，然后环境成本、整个绿色经济这样，那怎么做呢？就是就地取材啊，然后考虑环境融合度啊，跟生态的这一个考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都相信的是，就是生态永续才会带来财富嘛。好、哦，好，我们来看，就是我说的那个落石区啊，它就不断的在掉这些碎屑下来，所以我们的师傅呢，就是捡这些可以用的材料来去做这些利用。然后这个是2005年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因为风灾的损坏嘛，所以
这个部分就要开始开路跟定线，哦，那就会有路廊那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哦，然后你看看这个是落石区那边啊，沿路之前哦，这边还没开挖之前，这边整个都是斜成这样子，啊，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就是走在这种斜线，就刚刚我画的那样子。可是路廊一开，其实我们是针对路廊的那个本体，这一个是120公分的部分去做一个，这些树枝啊、杂枝啊这一些的整理。哦，那这个是刚刚讲的那个区域，之前就是要这样子用。那这是做完的整个的一个情形。那这个就是也是落石区啊，利用这些崩塌土石，这是之前哦，你看哦，把这些土石拿来再利用，做了路基的护坡，做了阶梯，哦，那我材料就在旁边嘛，我又不用从外面去翻。好，那再来哦，哎，你们有一定要现在下课吗？因为已经12点。哦，没有，有的人家现在也不敢讲哦。哎，手作步道跟就地取材，你看看这在南京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真的，现在我这几年前去南京的时候，我其实蛮感动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比现在台湾的公共工程还要好，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国营企业自己招来的师傅，然后我们去帮他们做一些训练跟理念的讲解之后，他们慢慢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全部就是愿意用手做的方式来做，不用机具，然后用人，你看人搬运，然后这些凸起来的太高的那一种石头，用砧板去改泡水。在台湾，我跟你讲，如果是公共工程哦，你没有盯紧一点，那就有解套，就要可能。然后这是他们做出来的，整体的感觉啦，然后。这个是有一次我跟民间去深圳的时候去走的一个步道，他们说这里叫大棚，有100年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去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帮南京那个地方也有去，因为他们那边石头很多，因为他们以前做那个园区开路的时候，开那个公路的时候挖了很多石头，这些都是从那些本来他们要放在路边不要的石头里面去把它捡回来铺。我说我靠，这两个还蛮像的哦。那我说我会感动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我跟他们的合约结束了大概2年之后，有一次我又回去，然后去看一看，他们还在做步道。这个东西是我教他们说，你要做步道之前要先放样，你才有办法去控制你整个步道线型的美感。那我为什么会觉得我看到这个我都快要流眼泪，你知道吗？为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看到这两条线，为什么会一条线就一条线？为什么会两条线？对，哎，没有人逼他哎。我在台湾，我跟那个师傅讲说，哎，你这线哎，那陷阱就把它盖起来，你讲你大不会停车。就是这样子，人家在进步哦。没有人逼他，他自己知道说，哇，外面那个放太出去了不好看。然后他们都叫我文顾问，他说文顾问有讲过，这个要怎样，自己弄的。对啊，我的任务已经结束2年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哦，你看人家做出来的步道的线型，就地取材的石材，然后排水的系统，然后砌石的这样子的一个工法的一个细致度。我真的觉得哦，我们要加油，真的要加油。然后一条步道，这是另外一条步道，我们跟他强调一件事情，不要把步道做成都是植物步道，植物步道就是植物的那种概念，他活着，但是没有灵魂。步道应该有他自己的个性跟灵魂，所以这些石头是刻意不去依照所谓的标准施工图，通通拿掉，不要，我就。让一下人，让一下人，没那么多，就留在这里不是挺美的吗？哦，那如果说该要有的线型，你看看人家放出来的那个线型漂不漂亮？不会像我们有的东西奇奇闯闯，根本就不漂亮。哦，那这是一个泥泞区，之前一个附近的泥泞区，
然后用一些功法改善完，这刚做完，这就是也是两年之后的地方，这些属于排水沟的地方的植被恢复的这个情形，它就叫做草沟，它就很自然啊，而且这样已经撑了两年了，这车子也可以走，没有半滴水。然后他们的这些排水系统，那这个是涵洞，我们刚刚不是看到那一个，对，就是又被警备到的。好，所以最后面放南京刺激大家一下，对，他们虽然起步很慢，可是他们如果愿意接收一个好的观念，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执行。好，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如果是公共工程，已经我觉得看到很多很痛苦的事情了，那我希望就是透过我们志工的力量，慢慢的让就是公部门知道说，所做不是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你们的说什么安全啊什么，绝对是可以的。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态度，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你如果态度不对，花再多钱都做不出好东西。所以大概我们今天早上的课就先上到这边，那下午应该是你们的课吧，帮我在下面听吧。会吃不下饭吗？不会啊。好，那就好，放心。好，下课，谢谢。